抗，我们刚才抗掉的好像是，哦，不是这个，这是另外一块，是这一块。我现在呢，拿离他的摊位，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，为什么就是选择这一块啊？首先，它弓是有的，大家应该有目共睹啊，这个弓，没什么说的吧？其次是它这种打满坑的这种料子，它能够肉质能够到这样的细啊，是很难得的。做一个翘色的这个巧雕，其实还是很好的。雕工的话是没什么可挑剔，对于这块料子来说，就价格了，我还没问他价格呢。现在我们过去询一下价。这个价，这个1.8万。哈、哦，眼睛都不眨，1.8万。哈哈。不收摊了，不跟你叫价了。收摊了还不跟我叫价？你看看这个质量嘛，怎么就叫价了？其实也一般。哎呀呀，别生气，脸都开始在汪了，你是？那被你气绿了。亲属谈一下给他，谈不了，不能谈，本金都不到，卖一下嘛，卖掉给你老公一个惊喜，他不是出，他不是出去进货去了，惊喜。刚才你不是说你老公都不在家？不在家，等一下他回来了不打死了？不会，你老公是一个好老公，他都不会打人的。再好的嘛，你帮他亏本卖，你还不打死你？亏一点点，亏了都。这个都没谱了，肯定要挨打了。这样的，我帮他们谈一下。啊？降一点，我帮他们谈一下。多少？降，亲一下，问一下。亲一下。问一下。亲一下，你亲一下，肯定亲得动他不？不，我亲一下这，不是我。你亲一下，看他答不答应。我亲一下这个，不符合这种规矩啊。我一直把你当姐姐看，你叫我亲一下，你是？亲这个亲货，你别想多了。亲货，那个望一下，收一下吧，可不可以？啊？望一下，收一下，可不可以？真没法。谈不了，差的太大了，望一下。差多少吗？差的多，差一大截。都是多少？谈不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，那你走我也没办法呀，我实在卖不了啊。我要走了嘎，我还要过去帮他们看货呢。那箱子太大了，我们没法谈嘛。那好吗？阿姐那边已经是在开始收了，我最后再去谈一波，谈不下来咱就走了，等到下一停再继续谈吧。我帮你收啊。可以啊。然后过几天大哥回来，咦，你是？找了个免费的木工，多好！哦，找了个免费的小工啊！再看一下这块料，这货嘛，怎么说，姐姐？啊？跟我讲。跟我讲啥？我亲爱的姐姐，我觉得是问一下，谈一下。谈不了。真这么坚决？真的谈不了，问一下谈不了。你说一下怎么谈一下？肯定15000以上就有的谈，15000以下没得谈。多少以上？15000。15000。这个呢？这个。嗯。带色的，我们又不是那种好色之徒，带色有什么用？男的都不是好色的吗？我们男的都不好色。他不好色。你老公好色吗？我男的不好色，我老公不好色会娶老婆吗？哇，这话说的我毫无反驳之力。我再讲你一点。加多少？嗯。加多少？我刚才开了多少？我不知道开了多少。不是我刚才开了多少？你
我有没有开价刚才？没有开价啊。没有开，我好像开了6000-7000。不是这一块。哪块？我输掉了。你说另外那块？那个都卖不了，这个更卖不了。我再加你，你再降一点，我再加一点。你再加一条内�裤的钱。一条内裤1000-7000？啊？我不知道。天哪，维多利亚吧，都没这么贵吧？好不好？真没法卖。问一下都不用谈了。问一下不用谈。那今天不谈了。那今天不用谈了。晚上我再找你谈一下。晚上不能谈呢。晚上不能谈，那 OK 吧，先收一下好吧。我跟我大哥商量一下好吧。好的。哎。想得太远。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10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。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观谷，微信7887-2456。观谷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10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3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